个卖灶算术神曲儿来踢馆。一加四，好。一加四多少？各位，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有问题。欧弟首期望赢得破纪录奖金，哎，你好像大户，你那个样子，赢钱要走人，对呀，考验几招。随后又出现怎样的惊人逆转呢？我觉得我不好预感。狗狗爆笑，货告麦当，亚洲天王任贤齐惨遭无情羞辱。请锁定周日八点档案发现场，别走开，全国最好看的节目马上登场。马上进入我们Hello Go麦灶了。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婆，通通统一正常点。好了，欧弟，好了，大家好，水蜜桃姐姐。今天三位啊，水蜜桃才是 VIP。哦，为什么？有带狗来的在发言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也有带啊。在统统是我养的。那看来你养的是大单喽。我大只，一米八。有发言权的先讲话。哎，这只狗叫。我的狗狗叫 Pinky。你乱讲，你那只狗明明叫做许孝顺。没有，没有，它的脸是四方的。给我 Pinky。好，它的脸是四方的，而且有没有觉得它这只狗的颜色很特别，比较淡。对呀、啊欸，这个我要讲一下为什么，这有个故事的，就是我以前就是红贵宾，其实它的饲料有分，就是它毛色好看，就它有一天就不吃那狗饲料啦，然后我就很担心，然后我妈刚好就是有个师姐给她一包素的狗食，师姐，对，然后就带回来给她吃吃看，就她就爱上了。完了，你小心不要淋到鱼，为什么？不是，为什么？整个变白了。这个王先生，我是贵宾。一年半之后才这样，是从他改变吃的食物之后才会这样。林道宇变马尔济斯，越来越小。介绍我们四只狗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第一只狗，欢迎那边主人就是潘丽静小姐，很带的卢比，来，快点。这只狗的身世很坎坷，怎么说？它是从医院领养回来的，它是吗？它本来得了犬瘟热，就是狗的第一大绝症。犬瘟热，对，严重。他同期的室友十几只都死光了，啊，只有他幸存了啊！因为他状况比较好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把他从医院接回来。两岁的 Coca Ruby 生过大病，现在可是被主人收养的聪明可爱哟，常常被主人带到朋友山上开的餐厅度假。超有爱心的老板也收养了许多流浪狗，让他们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，不用担心受怕地过日子。但是白吃白住也不行呀，万一老板的三杯兔想偷溜，这些狗狗们儿就要表现一下喽。他们有追过跑出来的兔子，哎，对。不过听说有一次他们鸡跑出来，然后卢比去追的，有一次。对啊，他会跟着去追那个放山鸡。不管是会飞的会跳的，只要卢比在，通通别想跑，清炖红烧拢会使啦。第二只是我们陈佩君小姐，哎呦可爱，这只它的特殊在它会讲话，会讲人话，这只真的会讲话了，就真的要试试看。我们请主人试试看呐，来，给你吃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喏，说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不好？刚刚旁边的狗说给他，给他，越卖差，给他，给他。五岁的多多可是头来自山上的台湾土狗哟。这条是那个六个月大的司马库斯呢，上帝送给我的，他是来打猎的。热爱溯溪钓鱼的主人老爹，五年前在司马库斯由原住民朋友送给他，从此多多成了家中的一份子，陪伴着小孙女一同长大。爱我。吃好不好？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的。要不要？要，好 good， 好棒啊！台湾土狗的优秀血统以及家人爱的教育，多多今天的挑战能不能成功呢？第三一只是我们蔡佩云带来的 Meta。你看他没有？哎呦，哦，狗妈，这个腰身真的是算是有点点粗的。我看他的身材啊，应该最近刚生了六，五。
5到6只小狗。哇，好厉害哦！10只啊！哇，好多哦，全部活下来。2岁了。哦，都已经2岁了。对，他已经5岁了嘛。对对对，我们这只Meta会拔骨，会后退，会拔骨。来来来来来，狗要让它后退不容易，不简单呢。好，来来来，啊，退，来来来，退，退，退，再退一点，再退，真的耶，再退一点，哇，好厉害哦，退，退，好厉害哦，哇。哇，不错不错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才华，他会算数。各位，很多人都讲啊，这种狗啊会。过来，画滚啊！不要吓人家了，等下舌头被咬掉。这小狗啊，它会比如会算数或什么，是人为操纵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看到底是不是人为破绽在哪里，好不好？几加几？还没有，1+1多少？啊，好棒啊！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会一直叫下去，所以他赶快 OK 吧。没有，我现在手通通放在这个裤管这边都不能动。2+3等于多少？2+3多少？各位，什么？他的指令可能在脸上。哦，那我叫他，我叫他头转过去。不是不是，给他一副太阳眼镜，不能让他看他眼神，好不好？现在，预备，1+4，好。1+4多少？各位，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，你一定要讲。但是我真的觉得有问题。到底他的诀窍在哪里？他就是聪明。不是啊，你有没有？那如果换人问可以吗？不行。哦，一定要你问哦。好，这样懂吗？医生，好懂。各位，什么狗？观众朋友，这样相信我的啊。来阴的啊，好。5岁的Meta是头母性十足的拉布拉多。由于主人曾在导盲犬协会工作 ，Meta 在耳濡目染之下也十分的听话懂事。跟人相处也是完全没有距离，平常最喜欢跟主人一起在沙发上睡午觉，哎，闲闲没事最好喽。为了后高卖造的挑战，主人特地带他到干扰最多的大马路上练习稳定度，看来主人和 Meta 都是信心十足呀。第四号，我们欢迎吕佩青小姐。但是有长毛腊肠，有没有人知道？腊肠狗其实是短毛。对啊，对。长毛腊肠它是什么狗跟腊肠配的？真的吗？英国古式牧羊犬。错，腊肠配上长毛的狗出来就是这种啊。什么啊？对啊，随便什么长毛都可以吗？真的真的没有啦。其实这个腊肠狗就是因为它本来短毛的嘛，它是在这个热带，你把蛋到寒带去之后，配出来生的，它就慢慢物竞天择嘛，适者生存，不适者淘汰。真的吗？所以说就慢慢。那这个如果放到北极生出来会变企鹅咯？乱讲！我见你一个大头鬼，哎，有什么才艺吗？这一只有人说翻滚吧男孩，对不对？哦，翻滚吧，翻滚吧腊肠，翻滚吧腊肠，快熟了，你好像一只香肠。在那边跑来跑去，对对对对，好像在烤香肠的感觉哦。来，烤香肠，来，滚，烤，再滚，再滚，再滚，滚，滚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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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只会往左边滚。谁看到的？滚，丢脸了。只会向左翻滚的阿莫斯是只2岁的长毛腊肠。每天跟着主人到公司上班的阿莫斯，已经成为了主人公司里的公关狗，主人的办公区也都是他的身影。午休时间就是才艺训练的时候喽。训练完毕就可以自由活动，到处串门子。哈哈，光是每张桌子吃一口，走一圈就吃得很饱了，肚子都快要贴到地上去喽。每位艺人发起20000元的狗狗营养金，每关分别押注给心目中觉得最棒的狗狗，给他鼓励鼓励。最后的结果就是艺人今天的通告费哟。第一关是定力考验，狗狗坐在挑战台上接受5关的诱惑，只要离开圆盘就算失败喽。觉得哪一只的定力最棒呢？几号？直觉。Number 3。3号下注多少钱？你咬过去，快点！你的主人在哪里啊 ？Pinky 过来 ，Pinky，Pinky 给我 ，Pinky 给我。好，彤彤选择的是 Meta。Meta， 把
八千块。哎，你要跟你们那一只狗要叫它特别小心。如果人们很无聊的时候，你就要小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无聊吃拼拼。很恐怖了，小心呢，背枪背枪啊！不要说要小心哦，吃冰淇淋。台湾小黑土狗，好不好？多少钱？你们听过台湾土狗故事？最重要的。有听过十八王公的故事不？哦，有。十八王公就是呢，主人出海去捕鱼，然后那只狗呢一直在海边等他。哦，对啊，没有没有很多吃的东西。你看一下，你的十八王公故事跟我们不一样哎，一样一样。你看是因为有十八个人坐船，包括一只狗，后来通通死掉了。不是啊，你在怎么在海边等呢？好，那不管了，那反正就是有一只狗在海边。等对不对？对，你现在看旁边那么多霸掌，他都不吃了，对，所以我说 show hand， 好，哇，第一把就 show hand 啊，是啊 ，OK， 没关系，如果你输光的话，旁边借一下，这样子，那我捡个2000起来，好，对，也有道理，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篓子里，好吧，18000元通通熬了，来，对，我们 Pinky， 不要选二号，我不会骗你的，选二号啊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小黑狗感觉都很能。控制自己的，可能吃苦耐劳，而且会很听主人的话。多少钱？那就一个红的，好，一万块，一个红的，一万个。哦，今天这都感觉够下大注哦。好，马上来看看定力考验，一号来。好，你回到你的位置上，出菜。哦，好狠哦，这种。肉包沙包狗有去无回，撑不住，哎呦，三只香的，哎，小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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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好，失败，欢迎二号，耶，没有人成功。不要让我失望，李健八千钻，这次你觉得 OK 吗？他能做就做，能躺就躺，应该可以吧？哦，真的、啊？嗯，不不，但你刚刚身体不好，徛上面坐坐，上面倒倒，不想爬起来。我先问一下，他有没有最近食欲不好，对不对？不会，他现在食欲很好。不要了，他会咬人，会不会咬人？坐下，等等，不要动啊！不要动，不要动啊！等等啊！不要动，等下给你吃哦，很香哦。等一下，不要动啊！不要动啊！不要动啊！出加油！七月半了。鬼抽雪茄了，不要闹！鬼抽雪茄，对，好可怕！哎，不可以啊！你要吓到！多多，多多，不要闹！小黑，你表现得好好哦！等等哦，等等哦！哎，鬼抽雪茄居然没感觉！如果你们要动态，动态，动态，来了！煎蛋会跳起来，会吓一跳。不要动啊！等等啊！嗯，他都没有在看呢。哇塞，那这个时候是有人选吗？哎呦，有两个人选呢，要给他下点猛药了。起来，起来，太好了！有可能这只大概是耳聋了。冒险，冒险！我在我们的后面的厨房看的，我们肚子都饿了。这是很正点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应该放心，土狗不食尸里面有九只会受不了这关，挂了，看到这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狗食太正点。多多，等等啊，多多可以吃哦，好好吃哦，多多吃吃吃。等等啊，你要不要？你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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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吃牛肉，牛是更甜的，好香。等等啊，啊啊啊，牛是更甜的。等等啊，看到，出重招了，哇，那一定要有点声音。有两个人压这个，我们出重招了。多多，阿斌，阿斌。不要动，等等啊，等等啊，来来来来来，看这边，喏，多多，不要动，多多，等等啊，糟糕了，等等啊，紧张好紧张，等等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糟糕，要搞定了，定了，不要睡觉，眼睛打开，就像不要不要不要，两只齐发，不要睡着，不要睡着，双这个第几道了？第几道？第四道，第四最后一道，各位，不要动，好棒。厉害，好厉害！睡着，睡觉，睡觉，必杀，必杀技！不要动啊 ，baby， 阿平，不要动哦！不要动啊！多多能够战胜大声公的必杀技吗？这一只狗厉害，它看主人呢，这样没错。从头到尾看着那个主人，而它主人一脸臭脸，相当有效了。才会顶狗狗，比主人劈挡。欧弟赢得有史以来最高奖金，但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逆转？我觉得我不好预感。破告卖到马上回来哟！任贤齐陷害九孔，杀人于五血印。
不能吹，要不然他会误会说我一下来你就砸到了，你等我上去。Joko， 谢谢你 Joko。杀人于无形，你知道吗？请锁定周日八点档案发现场。别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欢迎继续收看周日八点档《潘图》。好吧，来三号，请准备。好棒，好棒！哇，欧弟薛海，欧弟，薛海，哇，哎，下大注，真的对了，恭喜。上去，哎，来，好，谁？妈妈加油！我们这次好像看起来很聪明的 ，Meta。Stay。我跟你讲哦，狗最讨厌小孩。看我。他看到小孩，他就好奇的过来，因为这什么烂招啊？看我 ，Stay。哇！快来救我！看我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来，大狗就要给他大口的吃东西。铁路便当，铁路便当，好来哦。看我，无吃无比，无吃困袂起哦。来，美达美达，加饭哦，吃饭喽。美达，吃饭，美达，美达，赶快来吃饭。他都不看的嘛。这一只狗厉害，它一直看主人哎，这样没错。从头到尾看着那个主人，而他主人一脸臭脸，现在没有笑容。对，哎，如果现在再问数字会怎么样？二加二等于多少？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叫狗不要理我，狗不理。看我，来来玩来玩。喵哎，不可以。谁？不可以。你糟糕了，你第一次遇到挫折，这个稳定度怎么办？觉得比二号还厉害啊！对啊，三号有人选吗？统统选的，可是他的内心很平静。对，你看他胸口，你看他叠上去啊！今天会亏死，今天要倒撞了。Stay， 给点面子嘛。Stay 哦。来，其他一万元啊！来来来来，还有一万八的，哇，你也赌太大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人个性就这样啊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啊！哎，这我没有人选的，这一只干脆唱好了，额外的，再赌一次，看他会不会，好不好？赌过几关啦？啊，因为五关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啊，这个还有后面还有两关。好了，怎么样？没有啊。你这么迫切要输光吗？原来长颈鹿也有温柔的时候。啊，你们觉得第四次会过关吗？哎，你好像大户哎，你那个样子，好赢钱要走人。对啊，讨厌，今朝叫不？我压三千。我压三千，那你丢等于？这个也要压吗？可以啊，看你要不要啊。哦，那没关系好了。没关系，就是对他没信心啊。因为他的视线比较低，他看到他就会被哦，真的吗？我养的，我朋友养的红毛腊长毛腊肠都会被吃的诱惑，好乖，真的。蔬菜，糟糕，阿猫子，等等，等等，不可以，你的好朋友来了，糟糕，一模一样哎，我也是啊，一模一样，好乖好乖，等等哦，阿猫子，哎呦，稳定度很好哦，虽然他无关，哎，他也是长毛腊肠，他在狗看狗哎，他说哇，好正的母狗啊，是短的，等等，正点啊，怎么会有槟榔西施？哎，等等，下来下来，等等。可能要三千，来 Pinky 来试一下啦，好不好？ Pinky 啊，
拼起来跟我们的拼图你们两个也可以下注，哎，是吗？三千啊，三千呀，小注小注，我差点忘记了，被你逃掉了。Pinky， 我压一千好了。现在我也压一千。Pinky， 你 OK， 我们就出菜了，可以压五十就好。Pinky， 完了完了完了。他一看到这个就挂了，完了完了完了。Pinky， 不可以 ，Pinky。球球，球球，球球。Pinky 跑出来了，完了他最爱玩球了耶。哈哈，那就正中下怀。咬他咬他 ，Pinky 咬他。我又上去了。又上去了，继续继续，还算呐？算算算算，往下一秒，来来来，哎又下来，又下来，又下来，这样还算吗？来来一千块，再来进进出出。失败。好逊哦 ，Pinky。好，早知道 Pinky， 我压三块就好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顶尖对决很简单。第二项挑战顶尖对决，狗狗在主人的指令下用头部顶着物品不动，时间最长者就是今天的顶尖冠军哟。我们今天顶的是 hot dog， hot dog， 这是热狗。我顶住我香的热狗。那我选择几号？几号？我还是要选妈妈，我觉得妈妈一定很厉害。妈妈是哪一只？妈妈三号。对 ，Meta，Meta，Meta， 一万块。OK， 来欧弟的，哎大户，全向，全向，哇，哎你这样子来这边踢馆的，哎你今天如果这凹下去，很可能是我们今天奖金最高了，奖金王，真的，有史以来。好，那不用再说了，顶热狗是吧？对，热狗这种洋东西就不可以用二号了，真的吗？我们的台湾土鸡有道理，有的不行啦，这个一定要来一点洋，有一点混血的感觉。我看就一号好了，好不好？一号啊，好，多少钱 ？Show hand。Show hand. Oh my god. How much you show? 34,000元。有那么多？哎，三万四，减一千，减一万回来。我还以为多大户哎。一万、两万、两万四千元，好吧，烧了，最大注了啊。来 ，Pinky， 不能要，不能要 Pinky 啦。不是，无聊吃 Pinky。对不起，我跟他沟通一下。Hello， 不值钱的东西不能要。干嘛这样？不是要压他，都只让他躺一下而已。干嘛？请他同等价值。那我选那个。拉布拉多，拉布拉多 ，Meta， 红的，一万是吧？对，拼哦，一万，两万四，一万，哇，今天大家都下大注了，欢迎一号狗来，来，没问题啊，欧弟 ，OK， 下赛程，欧弟，大注两万四，好吃哦，懂，好，告诉我们哦，懂，那个主人的手一离开就准备开，欧弟，没有了。动哦 ，yummy yummy， 动哦，不动哦，不动哦，弟弟好棒哦，不动不动，不动哦，好可爱，弟弟不动哦，不动哦，不动哦，好可爱，不动哦，不动哦，弟弟不动哦，不动哦，啊动啊，好。26秒，不错，26秒，不错不错。我们之前有一集是20秒就拿冠军了，对对对。所谓的冠军是比较出来的，欧弟你应该听得出来，我是在安慰你，直接当掉了，是吧 ？Oh my god， 两万四啊！来，请准备二号，第二位二号，欧弟最不看好的就是这一只啦，台湾土狗，好可爱哦。先诱惑他，真的想克，他真的很想克。你手离开我们就计时，不要动啊，等等啊。等等啊，不要动啊！开始，不要动啊！等等啊！哎，看我，不要动啊！嘟嘟，乖点，不要动啊！嘟嘟，等下给你吃哦，不要动啊！哎呦，盯好，盯好！看我这边，不要动啊！等下给你吃哦。不要看外面，不要看，看我这。快挂了，无所谓了，没有人选你了。不要动。都摸来摸去，摸来摸去，想多拿。你赢了对欧弟有什么好处？都摸来摸去，都摸来摸去，摸来摸去，想多拿。嘿，三到三秒，嘿，都赢了，赢了。哇，好久哦。不要动啊！欧弟哭了，两万四。欧弟，两万四，我刚刚已经在帮你了，看得出来吗？不要动啊！啊，都动，摸来摸去，都摸来摸去，想多拿。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不要看他，你别抢啊！姑，不要看他，真的很厉害，持续力很强。真的，他很困的，但是他还是会不会就睡着了？那就不动。台湾土狗有一个好处，尽忠职守。对呀，区域性很强。等等，不要动，
一分。欧弟完全不要看，完全猜错。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你们这么帅，不看看呢？欧弟脸都没有，欧弟那个脸恨的，恨的两万四。不要看。哎，这个侧面角度看起来蛮像日本那种什么超人，咸蛋超人。不要看，不要睡觉，你在睡觉。不要看啊！他的眼神好困。哇，他应该会破纪录了吧？不要看，不要动，你被困住啊！不要看，已经快要两分钟了，宪哥。也不准动，也不准看，也不准眯眼。他的眼神快快困，快睡着了，睡着。不要睡觉，太困了，我感觉有点困了。不要动，不可以动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他们很无聊。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我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？你想起我，我就心我爱继续，这样我来继续留着你。嘿，手心快安静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呀，你爱你。哇，好冷静，好厉害哦，冷静。哇，这根本就是联邦调查局的嘛。哎，看来这一关我们要通杀了哦，有被通杀，真的，通杀了。来给你。这个就叫做奇迹啊！我们已经帮很多忙了，我们在旁边闹他。啊！灰熊组，灰熊组，灰熊组！阿兵，还可以这样子，还不掉，做效果啊！再跑一次，换掉了。我的哇，我的妈！2分46秒，压了压了压了，24000。三号还有机会，三号有机会，来来来 ，Meta， 可以试卡一下。OK， 哎，我建议你哈，你这一次不如就放他，我就放他，因为你放他刚好挡住他眼睛看不到，他流口水了，好丑，我就说放直的比较好，放直的，洋玩意儿，放直的好 ，Stay，Stay 哦。因为他知道那是什么，对，口水一直流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会心情很不好，你知道吗？看得到吃不到。Stay。好紧张，好紧张哦。Stay。这种感觉好像意大利人，然后在他头上放披萨，那感觉是。Stay。加油。我们蔡小姐可以哦。当然紧张是三号，太慌了好不好？对呀，铜锣下一万。哎哎，不行。来是吧？39秒，莫雨熙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名是我们的，还有，好不好？如果四号能够顶得超过一分钟的话，怎么样？一人给一万啊？这么看不起他？完全被宪哥看不起的狗，会不会有惊人的表现？一分钟这样，他可能有机会超过6秒，等哦，三次嘛。好，开始。等等，开始了，等哦，等等哦，好乖哦，等哦，等等哦，很稳呢，好乖，等哦，好乖哦，对，有机会得一万，等等，有人要闹，好乖哦，等哦，好乖，好乖，等等 ，no， 好乖，我们 claim 在移动的。那么腊肠阿莫斯能够跌破宪哥的眼镜，撑过一分钟吗？亚洲天王任贤齐惨遭无情羞辱。请锁定周日8点档案发现场。各大卖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欢迎收看周日8点档 Part 3。等等 ，no， 好乖，我们 claim 在移动，好乖哦，等等哦，他眨眼睛不会动，好乖好乖，好乖哦，好乖好乖，好乖哦，没办法忍受一个棒在我脸上，你最喜欢看的狗主人，有一万块哦。买好多骨头哦！潘神，你没有啊？好了好了 ，OK。哎，你得罪三个人嘞！没有，他们一万，然后会分你多少？不知道。怎么忘记了呢？忘记了。42秒，不好意思，42秒了。恭喜今天的第一名就是我们的多多。怎么到他，他都不会掉下来。台湾土狗过分啊！这个
个一万块，我们就摇出来。好，直接就。那这里哇，好多啊，两万四啊，这里有一万块。来来来，各位，最后一关了啊！好，匍匐前进，匍匐前进，当兵有没有？啪啪啪，哎对，就这一种，你觉得哪一次最有可能？这个时候会匍匐前进的，我真的要稍微给你提示，这四只啊，哪一只离地面最近？我只能暗示到这里啊，不能再讲，不能再讲，暗示太大了，明显的吧？根本没有暗示嘛，这很难呢。他平常走路就拖头，你不损失啊，就对的，因为你也没什么价值的，就两千块。他刚刚表现很好，你怎么瞧不起他？两千块，摩擦了，确定哦，好，来欧弟。哎，我对不起多多，你两万四，所以你想给他一次机会，可是他腿太长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而且你要一万块。对啊，那你不要多多了。四号，你也选四号。对，好，确定吗？确定。好 ，OK， 来，哎 ，Pinky， 小黑二号，小黑二号，压多少？哎，他怎么还那么多啊？对啊，他都不压的，他怎么还那么多？五千，说哈的啦。没，他就硬要留一万五回去。你留这个干嘛？你留这个也不能换薯条啊。好，一万一万。那还有一万，所以你要从这上面可以看得出来，每一个人个性是保守，他算是传统妇女，这个适合当老婆。对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这种，啊，像这种剩两千的有没有？对啊，这样赌光输光，适合当赌真光。你上个班回来，他已经把房子输掉了。好好，一号来，请准备。卢比，卢比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好。手上的东西，哎，趴下，真的，很爬哎，趴下，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们除了距离，还有姿势美不美的问题，两个已经离开了，屁股翘起来了，屁股翘起来了，屁股翘起来，好，失败，失败，两百公分，耶，也不错啦，不错了，没有人选，好不好？没有人选的，你根本不 care 一号怎么表现，二号来，给他们颜色，给他们的颜色，匍匐前进，趴下，趴下。然后再趴下，不要太快站起来哦。等等 ，Go Go， 文哥好棒，文哥好棒。好，三百了，三百公分。到三百的时候才站起来。好，欢迎三号。哎，没有人选，没人选，你就拿个冠军，我们通杀。谁？好，哇！哇，这个突破前进啊！真的，最标准。他这一次应该是最厉害了，比九五还标准啊！哎，四号，这一次靠近地面最近的啊，来，完全平啊！不要吃我的东西，他在问你干嘛？我觉得我不好预感。真的，有有有有有，前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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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！加油！已经站起来，前进，前进，加油！前进，加油！加油！这位太太，你安尼敢那是正常咧行路？都失败，都失败，都失败！哎，不是，各位，各位，各位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们啊，人做事是要接受公平的，很公平的。哎，那你叫他正常，很公平，你公平是公共评议的意思。大家这个投票来看一下，我们看观众朋友您的意思。这里三号好，欢迎call in进来。我们现在马上他们这个电话来call in，好，我们来请看这个投票的比例。哎，哦，三号是62,132票。四号3,220。谁输的比数？不公平，不公平。三号不公平。我怀疑他身份证造假。好，好，来，你说，啊，对，哪一次最标准？三号跟四号哪一次标准？三号，看到吗？水蜜桃姐姐不会骗人。哦，我现在好无聊哦，我现在超无聊的。好，各位通杀了，来把他们奖金通通咬走。欧弟全挂倒装啊，没有关系啊，但至少看到狗狗很多，让我们带来很多快乐，是是是，留下很多欢乐的镜头。好，来再次谢谢他们三位，也谢谢我们四只可爱的狗狗。休息一下，继续回到我们的周日八点档。我回来跟漂泊一刀两断，你还在就永远不分开。欢
案发现场躲猫妈啦！哎呀，这个地方啊，不是别的地方，有地理连接的。问老外，他会跟你讲天下不会收窄哦，哎，天母的由来就这样。老外一问，哎，你知道这个什么地方啦？啊，天下不天下不，哦，原来这里叫天下不啊，天下不天下不，到最后变天母。哎呦，是这样子来的，是真的吗 ？Of course， 很多人说现在讲话都胡说八道，哎，他这句是讲真的。我们请台北市市长郝龙斌为大家说明这一段。不行。我跟你讲，劳工局长来，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模仿？我最讨厌那种模仿人家的人。那你这样子讲，对呀，根本这叫识人雅慧，然后还躲到车子后面，以为我们会介绍他。没有，我们进去了。我们就很讨厌模仿人。郝龙斌欢迎市长，欢迎赵总啊。大家好，我是亚洲新天王任贤齐，我自己介绍了。老婆飞，你好，苍天你都不明了，你应该会很心虚吧？在内地，我比你还要大咖，你拿棍子戳我的名。我跟你讲，我要凭良心，你能够比谢粉大咖吗？小齐最近发了新专辑唱片，我讲了，诛仙我回来了，我必须要跟你讲一件事啊，我回来，回来的一身光彩，你还在。其实这我跟我相伴。好，那我讲一句公道话，一句就好，一句就好。各位，一句公道话。我一刀两断，好，来，小齐的唱片拿来，来新专辑唱片，我要好好介绍。我跟你讲哈，这一点我们要好好讲一下。小齐是多年人家现在已经换了造型，他还在上一张，还在心太软的造型。对不对？你是疯了你？对不对？人家这个新专辑叫什么歌？叫做《诛仙》。我回来了啊！对，我们在这里呼吁啊，小齐赶快来上我们节目了。对对对，不要再让其他人一直破坏你的形象。他没有空，他没有空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警告你哦，改造型要先跟我说。真的吗？欢迎真的台北市市长郝龙斌为大家说明这段。来来，哎，郝市长你好。我们在前期啊。哎呦，哇，这个歌太好了！小齐来了，我自己就不用送了啦。自己你承认他是你自己吗？对呀，像的，就是因为啊，就我就为什么改造型，就是怕那个尾摇的视听。对啊，最近我跟你讲，都是在啊跑一些演唱会啦，或什么比较多，所以今天难得啊，在我们这个案发现场躲猫猫里面，哎，就来了一个真假包青天，真的是很难分得出来到底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哦。你这样讲，你这样讲，当事人多难过啊！我也长得像那个鬼吗？真的是，哎呦，好歹。我跟着你也是好几年，他这个样子还是像从出道赵少康点一颗痣，他们赵少康点一颗痣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这个意思吗？这一年出道没大家去买，都是超级天王瑞，懂咩台把妹？我跟你讲啊，哎，小妞，你认识我的话，应该是一个。哎，但你这兄弟现在真的不错。对他真的不错，因为我到处去做宣传的，人都跟我讲九孔。哎，对对，你到底是任贤齐还是九孔？他现在不错啦，一个月快破百了。哇，太棒，对不对？他之前那个账应该开始清一下。一直干人家的衣服。原来你们有还有账啊？没有，我们的账就是哎，跟那个狗该还。其实没事，我们一起养一条狗。我养。他把狗卖了，然后钱也没回来。你也不能这样讲。好啊，那个时候我们你不说我还不好意思讲。这个你有所不知啊，以前顺哥有一部车，他也是把车子卖掉之后，钱也没有给人家。我有给人家。你有给人家。我卖12万，我给他10万。够了。我们好人家真久啊，聊得太开心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直接杀进去吓他们一跳。压力很大，听说这很难找，很难找，很难找。而且，但是从小我就喜欢看侦探小说。哎，明察秋毫，过目不忘。哎呦，任何蛛丝马迹绝对不会逃过你的三寸不烂之舌。哎，过目不忘那是速读的，是吗？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不是明察秋毫，包青天的过目不忘记什么东西啊？一目了然，一目了然，好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马上进去了。一步就撩人了，一步撩人。我跟你讲，哦，来了来了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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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啊，哎呀，哎，来了来了，来进来进来进来，大哥啊，各位，各位，哇，好多人，任贤齐来喽，哎呀，各位，老天爷，各位，等一下，哎，哎。
众来决定。请问他是谁？任贤齐。那他是谁？九宝。我先告辞了。哎，棒子剑，这也应该用得到。哎，无颜见江东父老。不要乱讲，你真的度量很大。对呀，怎么？对呀，他已经把你所有风采都抢光了，你还笑嘻嘻。对呀，还什么？这是还要给你个木棒，你可以泄愤一下。没关系，因为我就不在的时候，就麻烦九孔帮我多打歌。对呀。哎，但是今天来啊，贵姓？好简单，好简单，戴老师，戴老师，戴老师，这一看就知道他，对对对，他这个房子的建筑啊，装潢啊，本身应该是一个设计师，好厉害哦，完全猜错，对不对？你问他是设计师吧，是，好，我也看得到。这一看就知道，要不然你这设计什么呢？你讲，就设计房子啊，对不对？室内装潢啊，这个不是哦 ，J and Nina， 服装设计啊。哇，你设计服装啊，看不出来哦。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今天案发现场来到从事服饰业的戴先生家，一进门看到的是戴先生做园艺布置的小型花园，在客厅中则是放满了戴先生收藏的各种饰品及布袋戏偶，餐厅里看到的是一张造型木灯，后方柜子上则是放满了零食，餐厅对面的主卧室简单又大方，小孩子做功课的电脑房中放满了小孩子装箱的用品，位于房子后方的则是厨房及洗衣晒衣服的阳台，最后看到的地下室，这里是佣人的私人空间，所有的疑点分布就在这些地方喽。这次参加躲猫猫，戴先生特地找了邻居及朋友来助阵，负责躲猫猫的是戴梦莲、苏道玉、苏道荣三位小朋友，先看荧幕的是戴先生、陈先生夫妇和张小姐，心跳计是由戴先生负责别上，为我们提供情绪反应。诛仙我回来了，新歌叫诛仙我回来了。诛仙是一本武侠小说，武侠小说，听说也是线上游戏嘛。对对，是个线上游戏，就来一首啦，现场唱一下，要不要？要。好，每首都对。回来着，不晓得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的销量？唱一下，唱一下，来，已经影响一下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歌大家都会了，可以换另外一首。现在的专辑，现在在打那个，唱一下，唱。第二波已经开始了吗？第二波了嘛？没良心好不好？啊，我唱那个他要我他不爱我好了。他要我他不。这男的他真的每首都会耶，真的见鬼！那再换一首好了，没良心的。功夫恰恰你会？你呀你，可怜的人是我。功夫恰恰你会吗？不会啊。沙啦啦，跟着大家跳功夫恰恰。沙啦啦。婷婷，我们来到人家家里，对啊，我们在跳，后面一点都不投入，对啊，一起啊，阿万，阿兔，阿万，兔，对，我，啦啦啦啦，大家跳，功夫恰恰，哎，后面那颜色比较黑，那位没跳哦，哎，对，收了，跟我，哎呦，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 ，OK， 阿万，阿兔，阿万，兔，对，我，啦啦。掌声鼓励。好了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不是，唱了个半天，他还没有唱。开始啊！都唱完了，我要唱新专辑《诛仙回来》。如果没有你，情歌吗？主打歌是《诛仙我回来》，是情歌了，是情歌。OK， 好，情歌，我找到一个辣妹，你可以牵着她的小手对她唱。哎呦，那叫视觉的享受啦！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位辣妹不是在吹牛的，等于是我们节目里面最重要的人。来来，你站好，那我这老大弄巧，绝对让你满意。我妈妈也好喜欢你。等你什么态度？你那个脸色怪怪的。她也是辣妹，老公在吗？今天不在。喂，这不今天不是没有来，一来。哎呀，他带来6万块，开玩笑。6万块，6万块，对对对。唱动人的情歌了，好不好？他唱情歌给你听了，来来来。啊，亮鱼哦。喂。啊，任贤齐，难怪你他不方便，我代替他，干嘛呢？对不起，情歌，情歌要尖头们，他为什么不方便？难怪你一直赖在这个节目不走，原来是有诱因的。对嘛，来来来，好，情歌叫做《他要我，他不爱我》，他要我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他要我，他不爱我，他
要自由，却怕寂寞。不错。反正我给什么都不对，还不够填饱他的胃，他让我觉得自己像个雷。有人放屁吗？有。哎，真的吗？老弟。六万元的奖金，好不好？小琪，我讲这是为荣誉而战啊！对对对，6万块有没有？钱乃事小，面子事大。当然了，我跟你讲啊，如果今天你能把所有的这个疑点找出来，容疑人通通找出来的话，6万块我们就留住，但是帮你播歌，连续播半年。哦，厉害！而且每首歌照你时间，如果骗我的话，你每次都那个打扮问我。你现在不要问我的手哦，网友会公干我说我泄题，你懂了吧？好，再变公正了。所以好不好？但最主要还是为荣誉而战。好，那你先躲起来，我们现在去查。躲去哪里？不，就门口。车上没去掉，门口。待会再找。好，那一会见了哦。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。来，走，我们开始去查了。去查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不要被那个啊，小琪听到。哎，来，啊，这边就有了。哎，戴大哥。哎。戴大哥，叫艺术气息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哦，人家说是雅何须大啊，雅就是对不对？有那个韵味，你何必说一定要大了什么？这个是给的，对的啊。这个小小设计，这边有，你可以吃看看。我们叫土是这样子的。八卦。八卦八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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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比较薄了，这当跨队老弟来卖一下。嗯，对，盖头，这个就一个，对，其他的呢在里面。一个，这个哎，其他的里面。哇靠，哎，那个真的，但没有，哎，那个没有动手去摸，根本是看不出来。哎呦，哇靠，哎，真的有一只人手在操作那木偶。还没酸酸，电动的。哦，搞老兵，他躲在后面就对了。点头。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坚持一下，因为我们上几集哦，有个拿个假手灯的那个，他自己给垮下来，就被逮到了。是的，我跟你讲，弄个鬼啊！一斤哦，多刚拿是1公斤多啊，拿到最后录到快结束已经变10几公斤，已经歪起了，去歪。对呀，爱给哈，拜托。哎呀，我这个稍微跟他挡一下啊，这个好吧，这个算蛮难的。以任贤齐的个性来讲，手卡得遐济，他的九孔像西瓜桃那么硬，所以会变成了他可能他如果没有去掀开来，他就看不到。所以他的九孔来不容打断，就对，不容打断。好，两个了，好，两个一点，过来，再过五秒，在哪里？好，不要讲，这边的，啊，这是毛笔。啊，这个骗不过水彩笔，水彩笔，靠，水彩笔很好用，这个太缺德了，真的。你那下饼老板，你起码是上班要交回啊钱的啦。你根本刚刚讲老板给我收酒。对啊，哎，这个是毛笔的头啦，哈，毛笔头。水彩笔的，水彩笔的，对啊，这是等于是中西。看他是能够明察秋毫嘛。对，旁边如果写上中西合璧，那这个比较合情合理的，是不让用啊，那就丢了哈。这个也算设计，这有巧思呢哈。这个是可能是费尽心思，今天算很关键了，三个一点，三个了，三个，第四个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这一间难找了，这一间哇，秘密吗？因为它空间哦就这么大。但是有一点东西有一点杂，这个东西所以三人没在里面，躲人的对吧？如果被那个任贤齐抓到，你就突然间吓他一下，对，好不好？要吓很凶了，这样拖延他时间，让他三魂九魄，对啊，让他吓，通通跑掉。你可以喊说，我们就有机会。你可以喊说，我爱你，把他吓死。对啊，谢谢，我爱你。好，没了，还有吗？还有，好，现在是一个人，三个一点。加赞啊！哦 ，keyboard 有 ，keyboard 啊各位，哎呦，他不错哎，他摆了两个对照的，keyboard， 他都能在等到最后吹了。宪哥，这高亢的吹波，因为九孔哦，他连开机都不会，连电脑开机都不会，电脑白痴，对啊，他挂了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所以这一间就有一个人跟一个电脑，好，一个人四个一点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亚洲新天王任贤齐，我们今天要来挑战这个，但一定要有作战的计划。我找我的 partner 任齐。
跟他讲两句，今天的作战计划是什么？在您的旁边追。你看到没有？讲话在颤抖，表示他今天没有信心。今天挂了60000块，直接送了，我们不要录了，我们走吧，拜。其实这个听说这个节目蛮耍贱的，有很多疑点是很难猜出来的，而且有些时候因为我看过太多那种行为艺术家，还有一些特殊设计，我很怕我认为不合理的东西，我觉得它是一个特殊设计就糟糕了。完了，今天如果碰到天王这样子的来找疑点的话，我可能这个机会不太大。我们有7个疑点，3个疑点，完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就乱枪打小鸟。这也是一个，从头一直吹到尾，这个，全部家里面所有摆设都指完了。哎，你现在好像九孔，你是不是有那种忧躁郁症，完了过动的感觉？我觉得我最近怪怪的，要稳住。好，稳住，好不好？剑可疑，追查到底，破案奖金60000块。OK， 破案的奖金事小，这是事关个人荣誉，好不好 ？OK， 加油。你有没有信心？当然是没有了。我们加油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节目那么贱，加油！好，哎，这个，各位，就这样子就出，老板娘啥 ？Spaghetti， 这是意大利面。啊，真的吗？这个是管面，鼻尖面。哎，啊，鼻尖面，这个鼻尖面，它有一种是 Angel Hair， 天使头发是最细的，很细很细。哇，这会不会待会他们拨一拨掉下来？不会，他一拨他也不知道这个。原来是竹子的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哎，这料真是水。好，好，5个1点，5个1点，一个人，一个人。啊，厨房来对的，我来对。没有房的。哎呀，不会。好，来，再去找其他的。哎，啊，你们聊聊天嘛，好，我们马上。啊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按一下服务铃，旁边有。好，没问题。哦，这一间是，嗯，这一间是。化妆台，化妆台，哦，各位，想必是一个啊，哎呀 ，James，忍耐一下哈，哎，上两个人，5个1点，哦，哎，各位，没错，你这样看，你看得出来哪里不对吗？啊，我们家量身高要倒立，要倒立，所以本我们叫传统。本立而道生，本立而道生，这个豆桃变了，对了，这个是不对。好 ，OK， 这很简单啊，这最后一个人，最后剩下一个人的，哎，你还有地下室？有，还有地下室啊。那些地下室平常是冲啥？费用的多，我费用，费用的贵，哎呦厉害。哎，哎呦，不错哎。哦，老公朋友住的地方。你们家总共住了几个人啊？我们家哎。五个人，两大两小加一个费用。哦，哎呦，哇，这个透光性真的好，这个灯不错哈，灯不错。我跟你讲，那等一下你是开着还是关着？开着，开着比较好。对，你关着，开着效果。要把它关掉。你开着，开着亮的，它人的眼睛哦，自然的不会朝亮的地方去看。对啊，那个好 ，OK。那只差一个人，最后一个人在哪里？行李吧，看一下。啊，不会吧？哇，我跟你讲啊，哇，这个厉害！这要你定新的作战，新的作战计划。来，我们到基地台去。好，走。我跟你讲啊，今天他们很难的。哦，各位，看完他们今天 setting 的这一点之后，我觉得我们要重新拟定作战计划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60000块可能他们拿不到。啊！哎，你不要笑。不，我告诉你，不，你们可能会这样，因为我觉得今天的题目啊，尤其人藏的并不好，藏的并不好，很容易被找到。对，人的方位都没有经过设计，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想尽办法干扰他们。哦，对不对？比如突然间，比如等一下，你好了，你比较活泼。等一下，到中间一段，然后你要出来 setting 他啊，姐姐昏倒了，然后他你要就不动，然后就躺在客厅，然后我就想哎叫他们，然后拖延他时间，你只能靠这个，然后你就讲说你本来身体就有点紧张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亢奋。再来就男生好了，就你，就我，嘿，然后你醒来之后，差不多快到中间一半，你突然羊癫疯，你拿牙膏给他含在嘴巴，不是他咬了筷子吧？对，然后还口吐白沫，任天齐，
跟九孔两个人不可能是铁石心肠。对，看这种情况，他还不来帮忙。光这两个就可以拖个差不多20分钟。就让请他们啊，什么帮忙啊，送到哪里？干什么？看书桌里面有什么好看的？是名字。好吧，那就正式来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带人，带人。来来来来来。你看，大家不要看你好不好？各位，把权利义务告诉他们。好，进来再到门就开始了。是吗？好，这么快？4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有3个人，有7个疑点，在40分钟之内，你一定要把它找出来，不然的话，6万块就会属于我们戴大哥的。哨音响起之后，立刻开始，预备，计时40分钟，开始 ，Go！ 40分钟，计时开始。整个屋子都有，屋子大概有50平。地下室我们可以提示你，有飞优。你在干嘛？我盯着他啊！你是我们这一国的，盯着他啊！对啊，黑的啊！他有任何的不法的举动，你就要开始要严密的，对啊，监视他，要误导他，对不对？戴大哥再怎么讲，也都是自己的。耶！对自己超没信心的任贤齐，会一进门就发现了肉松盆栽吗？先走开广告之后，马上回来。收看周日八点档《Puff》。我去到了，没人要什么事啊？哎，没人理我啊！这个照片你有什么好理的嘛？才过1分钟而已。哎，时间继续了，继续了。哎，我们找到了。哎，时间继续了，继续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喂。怎么样？对，破案继续。就是你好歹跟人家聊一下嘛。不是他太快，他不到1分钟，怎么样？是什么东西？这不是肉松吗？是肉松啊。对啊，就是你试试看。我把你吞下去，你吞下去，吞下去。好，没关系。你看我把它吃完，我可以浪费你10分钟，也无所谓嘛。我们时间这么多，我们天王哎，智慧这么高超，对不对？那我给你猜一个，从小 IQ 180，猜一个谜语哈。小刚跳舞，小刚就是他了。小刚跳舞，小刚跳舞。好，猜一种食物，我知道。他一定不知道。小刚跳舞，我们一起讲。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加十分钟。1、2、3，肉松。肉松吗？小刚那么胖，你看他跳舞肉都松动了吗？不要看他那肉结实的，没肉结。所以这个是答对了啊！时间继续，这根本是送分题的，送分题的。想不到我的智商还不错哦。戴大哥，黑爸说刚吃两家，哎，很甜的。哎，我刚有吃，你说不能吃哦。你要问哪一家的吗？我叫摩德拉斯。啊，今天哦，洪德拉斯的，洪德拉斯讲摩德拉斯哦，讲个老赛。但是以台湾来讲哈，室内不适合有这个池水。我们聊天，我们别聊，我们别聊。只要听他的心跳就知道他的紧张。别理那个人跟畜生。起来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这里有没有一个遮住？我看不见啊。哎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这一区不会有，好不好？这一区不会有。这一区是我们的，这区是你们的，这区是我们的基地，好不好？跟他讲，你好帅哦！哪里哪里，大家都是这么说啊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任贤齐超爱你。这个算是疑点吗？还好输哎，是我们的。任贤齐今年几岁？我今年，哎呦，比谭咏麟小一点，你们俩就够了。名字，新歌叫什么名字？任贤齐。新歌啊，新歌叫《如果没有你》啊。如果没有你。下一首歌叫什么名字？如果没有你。日子怎么过？麻烦你贴有安全感。求求你，救我，救我的有你也，救我。弹不好。弹什么嘞？敲出来是弹干嘛？哎，慢一点。睡睡睡，哎，我俩各位，这段成功拉回来。各位，请心不要发抖，手也不要发抖，好不好？哎哎哎。
容易破梗。那个赵少刚先生，你慢些嘞。你跟他，我现在不能再讲话，因为刚才我跟妈妈抢床的时候，被妈妈叼了一顿。哎呦，好多凶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抢我们的床了，你不要打扰我们。你很讨厌的，人家现在在。还吃惊的时候，不是一点吗？好厉害啊！怎么样？时间不对了。时间不对。对，时间不对，没错。恭喜，帮我们找到该送修的钟表。太低啊，也无也无啦。快给你们修一节。顶很多年。如果破坏的话，要造价赔偿哦。来，造价赔偿哦。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？是阿伯。这以前妈妈是那个行侠仗义的那个侠女。看你们看着的，我恭喜妈妈的记忆啊。把它放回去，把它放回去哦。你还有很多地方啊。任贤齐，你结婚了没？还没有啦。还没女朋友？还没女朋友？今天还没有啦。今天大家都同样的答案啊。任贤齐，你的裤子掉了。他是自然的。哦，穿花内裤。露。穿垮裤啊！哎，听说他代言一个牌子不是吗？哦，有。什么事？这个文房四宝应该没有画笔，好，水彩笔吧。各位，文房四这一道上，文房四宝，笔墨纸砚，笔墨纸砚。好，在中国的文房四宝各在哪四大产区？讲得出来才算你过关。笔，美国，错，因为 Michael Jackson， 笔嘞，笔嘞，笔，笔嘞，笔嘞。喂，好，不是笔吗？都没够，错，笔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不，大家给他掌声鼓，因为他对地球温室效应有贡献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恭喜找到，两个一点，时间继续，来，好，继续。五分钟内，任贤齐就找到了肉松和水彩笔头，却没有看到送分的彩绘布袋戏偶啊。他们应该找不到我这里的。任贤齐，你电视上很好看呢。我还蛮喜欢任贤齐的，真希望等一下跟他合照。恭喜啊！你进度超前了两分钟了啦！真的吗？啊，要不要喝个水啊之类的、啊？有什么需要招呼的，你跟我讲一下就好了。那你就来三咖啡要请，哎，咖马咖啡，糖奶精，糖奶精，到我到我到我 ，OK， 好，马上来马上来 ，Double milk，OK，OK，OK，Yes，Yes， 买 ，Me too，I want one， 哇塞，这个应该看不出来吧？哦，好乱啊！那边没有东西啊，我找那边啊，不能骗人家，那边有啊，你还说没有？那个花盆里面可能有哎，找找看那个花盆吧。这么多东西。妈妈很不会骗人、啊。茅台，这个酒很难有哎，哎，干脆拿出来干掉算了。喝了吧，那个解放军的将军喝的，真的啊、哦，这一瓶好像2000多块台币，买不到。那赶快先喝一点吧。中国军，哎呦 ，Thank you， 好 ，Thank you， I love you， yes， what's your name？ Teresa， my name is my home。 Yes， you talk to Xiao Kong Kong。OK， Yes， I know。 Yeah， my friend， 把妹，像话吗？这家会不会太多东西？这个鱼，不是，我们就练习英文，对对对，对不对 ？I'm Philippine。啊 ，Philippine。Oh， I love Philippine。Philippine is very beautiful country。Yeah。哎，你两个笑的来对吼，等你们菲佣压在地板上哦，我压肚子出来。来，大哥。今天菲律宾的哦，煞得九孔呢。哦，他们两个好谈得来哦。天哥。You want a chicken? Oh no. I don't. 是小齐要吃的，我现在不会吃人家东西了，你知道吗？免得人家骂我。OK。我的朋友说他们单身呢。真的哦。哦，九孔眼光真好，真的不骗你。那以后娶回去有扛瓦斯都 OK。先跟岳父讲一下，这个不准吧？怎么这么吃？什么事情？没有，没事。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孔哥找到他的第一春了。他喜欢上菲律宾的一个人。真的吗？现在已经在那边瞧了，瞧下去。你觉得你比较重要，还是他的婚姻比较重要？这个不会又是都不，这个算不算啊？哎，跟那无关啊，他们家的钟没有一个准的吧？钟表的不是，那你们家
什么呀？不准！他们家那么大，你不会多找一点啊？哎，天王，我跟你报告一下，男主人啊，还有全家人，很久没有回来了。真的吗？他是为了来录我们这个节目呢。昨天哦，才刚刚到。是吗？对对对对。哎呀，你们在浪费时间了。妈都不理我们。有，我有在理啊。巨星哦，在五分钟之后全身都是汗，你看到没有？这表示什么？表示肾脏不好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一直找那边？哎，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一直找那边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那边有冷气啊。敬业一点好不好？屋子看看。那个，哎，小可爱啊，时间过多久了？我相信你应该不会破坏他们这个和乐的气氛，是不会啊。对对，那你就稍微放轻松一点，因为你太认真了。我太认真了。对啊，我很轻松啊。你汗还真的吗？你汗流成这个样子。就是那个刚冷气不够冷，所以我在。戴大哥，小七公哦，冷气无你啊，这么个无开，真快。小七公哦。冷气给你买500啦，买500个冷气啊，这规身骨都全破啦，哎呀，里面都湿掉了。对，偷翻人家家里有点不太礼貌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哈，这个家里的冷气的吨数差不多就这样。这是最大的家里，那因为你难得那么多人，人数太多了。哎呀，你人侪你都寡多。嗯，会不会有人躲在这里呢？奇怪，这个节目果然是让人家有点紧张害怕啊。没事。他怎么了？怎么好无奈了？是干嘛？他给他，他不要啊，不够帅。好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是为什么呢？他在生我的气。我刚才抢他的糖果，他生我的气。是吗？对，他吃了人家的。找个糖果给人家小朋友吃一下嘛。好，糖果。不会有人吗？感觉好像是那种以前那个聊天店，躲在那个稻草里面，然后那个日本兵，对，好像是打围巾底的，他那个刺刀这样戳到这里倒霉就对了，那还不能讲话吗？一拔出来，然后把那个血抹掉，这样。哎，你这样就对了，你这样在浪费自己的时间，是吗？对对对，你这样是对的。哎呦，你看看。那冷气都已经出水，他没有开冷气的。怎么样？什么问题？身高尺反过来了。啊，身高尺找到了，身高尺找到了。啊，没忘了，这么快，讨厌。这叫量表，人家都是往上量，哪有往下？怎么可能往下打？人家是水往低处流嘛。量水吗？好，他们现在才找到三个而已，而且都是最容易的，有没有？那个身高尺是那种送分题的。你要帮我们赶快去干扰他，你不要跟我们聊天，你去干扰他。你要帮我们。我怎么走到哪被人家嫌到哪？哎，那个什么，我想快点进去救他。我一直想把他扣下，扣下来了。你好，你别这样咧，我讲我没扣下来，动手动脚啊。那是怎么做的？因为一个差力。恭喜找到疑点。哦，继续，好。真的吗？我去影响他一下。对，那我去，我去。那你决定要把我们的 Parisa 借给你，谢谢你啊！我做主。片金要多一点，片用片的那片金，不是片金是片金。先赶快扭过来一下。对对对。大致上算过。片都是酒哎，这老板你是怎么样？然后他就爱喝两杯。哎呀，我们来喝一杯。18年，快！这跳得很快，你好。18年，哎，30年的比较好。很正哎，哎，天王。啊，哎，你好啊。哎，千万不要喝酒误事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？哎，我感觉，哎，天王，我感觉到鼻子上好像有一些东西。这也是疑点吗？麻烦把那个鼻屎擦干净一下。谁呀？就把那黑黑那一点。一点啊！照理说，那有什么疑问？这应该放筷子啊！没有啊，真的是筷子，就是筷子、啊。就各位，就是筷子啊，有没有？上面是铅笔，有没有？底下的筷子，铅笔形状的筷子。我们还有多久？18:18。你为了要抢镜头，老是NG也不是办法、啊。我先找人啊，要重要人啊。不要过来了，赶快去别的地方。家里怎么这么多这个？这算不算疑点呢？
啊，没有，那个只是我们的吉祥物。吉祥物。四个一点，三个人，有没有开心？开心。哦，好，咱们家会更开心。哎，这算不算了？他们那边好开心哎！哎，他说你进度落后了，真的吗？进度还算落后。训掉，训掉。吴宗宪，吴宗宪，吴宗宪哥，长得真难看。那个姑娘是谁家的闺女？算不算这个？哎，为什么打不开呢？哎，不是不是，那是我们的道具，所以不用。哎，不用不用，锁着就代表不用开了。真的吗？对，真的，你打开里面啊，布拉夹会跑出来。请不要发抖，对，不要发抖，千万不要发抖。可以放松，但不能发抖。对，不可以放下来。咦，这会不会很危险？不会，不会。奇怪，不要发抖，算不算了？哇，你干扰他，他干扰他，他一直都在干扰他。那把它弄过来，哎，还是打不开。打不开啦。真的是打不开啊，这不是疑点啊，那不是疑点，不是疑点。哎，奇怪，设计上有时候会出现错误了。他说过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哎，不是宪哥现在躺在这里，他躺在那边，不让他，不让他过去那一步。我们讲到哪里哦，就会破案到哪里，所以我们万万不能说，你懂吗 ？Do you understand? Yes, my friend. My friend, understood. Understood. 没有，底下不会有，真的真的。这个是我们的。哎，人被抓到了！小朋友，这个教训很好，就是说，我们尽量。James 被抓了，哎，两个发型一样，哎，两个发型一样啊！应该不干我的事吧？不干你的事啊！当然关你的事，你干扰他，你都没有发了，你快想办法！不是，那个很重要的任务。你都没有按照剧本走啦，你被找到之后你要吓他，那么吓他，那么吓他，我还吓不倒，可是吓到我们哎，他已经躲到傻掉了。来，喝口水。手。这不算疑点哦，这是来整我的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我们的时间还有多久，亮宇？4分15秒。24分啊？24分15秒。哦，24。我跟你讲，现在他陷入焦灼。这么快啊？真是伤脑筋，好难哦。因为他在里面啊，他反正他就觉得这里应该有，但是其实没有，好不好？我不能在这里留恋，应该是没有啊。这里可能会有。让他里面搞一下，如果里面可以把它拖延到剩下20分钟就搞定了。对对对，20分钟，他的疑点一个人都找不到。我们现在找到几个疑点？找到一个人，三个疑点。一个人三个疑点，抓他两个人四个疑点。所以你看，如果到20分钟的话，等于是一半嘛。嗯，一半照理要5样，结果呢，他还只找了4样。哎，我们就暂时领先了，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。哎，你是从哪里出来？这是给我的咖啡哦，咖啡 ，yes。嗯，这张算还不错。有些人来到这个地方，他是为了一生的幸福在努力耶。是啊是啊，他还在努力当中哎。对呀，酒王都不肯出来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太正了。酒好，酒我一定啊。酒好，真 ，my friend， 真。你到底要不要为我们家那个哎？哦，火力傻那个。火力傻，拍谁？拍谁？我怎么在那边？已经傻噶。火力傻有没有给电话 ？Telephone。我已经给他我的 noon number。noon number。你有 noon number。不要脸不脸？哎。好，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焦点都转移到孔哥身上了。他进去了。去哪里？啊！这里有没有？有。这不能讲。哎，进储藏室了。心跳不要那么快，心跳不要那么快。我好想赶快出去，还在门口能找到我，都快热死了。大声讲，要说那个笨蛋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。哎，那个笨蛋，他不在里面。那里根本没有人嘛，对呀，根本没藏到一点嘛。对呀，我蛮难的，我的妈呀！我跟你讲啊，那个门帘啊，它在进进出出4、5次，就拨开，哎，这个是最好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认为这个没事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是亚洲训练王，怎么搞的？什么都找不到。好了好了。
听到主人的心跳加速，我相信这里一定有问题。哎，躲不了这么多人。不要搬哦！鬼节目是怎么样？我们是七月半的节目吗？相信房里一定有人的任贤齐，到底会不会发现躲在纸箱里的妹妹呢？内容非常精彩，千万别转台哟！欢迎收看《中午八点档》。嗨！不要发抖！鬼节目是怎么样？我们是七月半的节目吗？一定有人吧？耶，剩下二十一分钟了，满头大汗的任贤齐能够找到躲在行李箱中的弟弟和四个疑点吗？好，赶快有这个方案的，总算扳回了一点面子。哎，这么多箱子，不会还有吧？哎，任太太，睡着了。你会不会是因为喜欢任贤齐，所以算自己出来的？睡着了。哪有？在里面快中暑了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靠窗啊？哦，真的有点热了。哦，全身都是热，都要换。哇塞哇塞，还有你俩，还有一个人，四个一点，等于还有五个啦。我是听到那个主人的心跳非常的快速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那你应该知道我在说哪一个了吧？门帘呐。电子琴啊，不是 keyboard 啊，键盘啊，键盘啊，恭喜找到疑点，好，对，现在震动双方剩下一个人，三个疑点，耶，还有三个哦，赶快去干扰，赶紧签名，就要签名，知道吗？问的，进来，衣服就要签名，快点，各位，签名，找到了，剩下一个人跟三个疑点，找到了，快点去时间。这算是疑点还是整人游戏啊？喂，是哎，我们的吉祥物，好不好？天华，小青啊，我们的吉祥物，你常看我们那个小青啊。你我干什么？端午节快到了，干什么被吓到？三位，就咖啡来了。哎，咖啡来了，你要不要下一次了？我们打开一下。哦，打开。我还配合你们演，真是累啊。哎，天华，你的咖啡，天华。哎，再忙也要陪你喝咖啡。哎，天王喝个咖啡，非常的不 unsense。Thank you, you are so sweet。干。哇，you are。为什么这两个呢？听说喝酒的时候不能啊这样，刚好顶到有没有？咖啡有听。要来杯咖啡吗？谢谢。谁在外面树上会有东西啊？完了，想骗我？完了，那天启的以我的聪明才智，糟糕了，对，不行了，啊，哎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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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房间哦，是吗？不要乱翻。哎呀，坐下来。我去顾一下，万一他偷人家东西怎么办？对对，也许会有你的东西在下面。对对对对。这个角度可以看到，哎，这里很有可能。找太多，我怕被带我走不出这个大门。我被吓到，我害怕了。一定要让这一幕啊，原舞者来来来，一定是你吓到还是他吓你？什么吓他？然后他怎么样？他也啊！好高兴的，漂亮漂亮漂亮！睡啊睡啊睡啊！我跟你讲啊，吓到这就对了。他现在至少要三分钟才平静的下来，所以我们来一个，有没有？一趴哦，特别好，一趴，一趴。哦，你看他那个是被吓到，他脸完全跟我一模一样。啊，但是一趴哦，一点点，慢慢的尿。一点点尿，一点点哦，一点点尿出声音哦。发抖。被吓到了，我被吓到了。不能满足小朋友的欢喜，我还要跟着演。一点。谁呀？他请假，你怎么搞帅？气球搞帅。故意来吓人的。我们就是要说起来不算吓人的节目。也 OK 了。我给你，我给你，你要再吓他一下哦，大概给他两分钟嘛，对吧？啊。各位，时间剩下15分钟。加油！好。这个节目实在太狠了，这样也可以想出来。哦，太好笑了！等等等等等等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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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讲件事，怎么样？你刚才哦，建立了小孩子的信心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对，刚刚上去都有，你看我刚刚那么多骷髅啊，这样蛇，我都没有吓到，被小孩子吓到，对，一定要满足小朋友小小的一种非常好成就感。对对，再继续找，再继续找，这边真是不能再，不能吹，你不能吹，你不能吹，要不然他会误会说我一下来，你就找到了，你等我上去说。九狗，谢谢你，九狗。出卖就对了，九狗泄题了。九狗泄题，不干我的事。对啊，都已经吹了。杀人于无形，你知道吗？以前你那种电影里面常常演，比如说大家说谁都不可以出卖谁，然后那个什么典狱长就来说，谢谢你啊，他已经讲了，原来就是你出卖的。原来你都已经讲了，我就讲出来，就是九狗讲的啦，好不好？你吹的疑点在哪里？哇，你们太狠了，这个你也做得出来？哇，这种事情我们都做得出来，就更狠的是你居然把它找出来。我刚刚真的忘了，我只是想说这个灯哈还不错，我想买，知道吗？哈密瓜做的台灯找到了，小齐剩下2个1点，但是时间大概也只剩下10分钟了。好，真的吗？接着继续，2个1点。耶！没想到在惊吓过后，任贤齐在破案之余还不忘陷害九孔啊。小琴，你们觉得这个有疑点？就有什么疑点？这有没有疑点？电文拍应该没什么疑点吧？哦，这是电文，不是网球拍吗？不要误会我，这看得到你的节目效。Use your brain。我怎么拖延到他的时间呢？他还说我有病。所有的网友，你们不要误会我，这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节目的效果，不是说我下去泄密，这不是这样子的，你懂了吗？都是你啦，都是你啦，是的，我这赔偿不要嫁给你了，对啊，不要理你了，我连场都看到了，不是，所有的网友，所有电视前方，你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效果吗？他们从来，我也觉得你在泄题，因为任贤齐是你最好的兄弟，对，哎，我们没有泄题哦，我们也是。哪里会有呢？哎，你只有一个办法跟观众朋友说对不起。好了，那这个开玩笑到这边讲，真的是开玩笑。网友明天请联合起来公干啊！公干去。
了来了来了来了，下，亮友们有多久？我们还有12分30秒。12分30秒，这么快？剩下3个雨点，两个雨点，剩2个雨点。我们是不是要拍一点快乐轻松的歌曲？是不是还有点紧张？热血奇遇是否会发现已经累坏的人手不再稀有呢？内容非常精彩，千万别转台哟！经过时间这么久了，这个人哦，撑久了之后乳酸会堆积，有没有？乳酸对，开始会有点抽搐，所以运动会酸，就是因为乳酸堆积。就像我是流汗了，然后那开始有点抖，有没有？我就看到。练到的，练到的。哎，各位，你注意哦。他已经被发现了，他还在抖哦。他还在抖。恭喜找到疑点，时间继续。下来了哦，哎，就跳没有，就跳没，你看，哎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手已经快废掉了，有没有？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哎，时间继续了，不管了，8分42秒，拿石头。剩下8分42秒了，最后的同心面门帘能逃过任贤齐的眼睛吗？
抱一下，抱一下。这位叫做如意，赶快憋尿，憋尿，赶快去吧。你啦，检查一下，里面都湿了。是的。我真的是不容易，蛮辛苦的。对呀。Number one， 最后一个。两万。你还有8分钟，好不好？找一个，找一个。好，7分50秒左右。咖啡拿来一下。快，上咖啡，上咖啡。奴才给您上咖啡来了。请坐一下，我们要给按摩了。可以按摩了，还有7分多钟，以我的聪明才智，我帮你设定5分钟。不好意思，让个位，人家我跟你讲哈，我们每一次会撇这种6万的，都是这种龟兔赛跑型，前面很嚣张，有没有？哦呀，真的吗？你嚣张很。我告诉你，张栋梁跟王心凌，他们在20分钟就休息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然后就撇了6万。7分钟之后，那两咖在这边哭哎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每次我没想到你要来录失败感言的时候，对，你想好你失败感言了没有？你想好你失败感言了没有？我帮你想好了，就说人真的不能够太过于骄傲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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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。有时候人会失败，往往就是因为一时的大意。里面的不要动。所以说的好，大意失荆州。里面小心使得万年船。里面是金库，请不要动。这不算疑点。对，我们来唱危险的歌。危险。危险，大家都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，全家人都知道他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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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都可以唱上来。哎呀，剩下6分钟。网友也讨厌我，然后天网也讨厌我，他们也讨厌我，被三寡人讨厌。对啊，对啊，一个人，我跟你讲哦，不能当英雄就当枭雄。枭雄，没有没有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他现在已经在找小东西了，各位在找小东西了。还有多少时间吗？还有5分12秒。哎，我们要找这个东西，他还真不小，但是他偏偏找。哦，耶！最厉害，耶！他的那个急火攻心，那就赢了。哎呀，找不到的啦！怎么可能？太笨了！你在书专辑上面就唱的那么好，卖了800多万张。对呀，找不到。对呀，我们太可笑了。1962年哦。来来来，按摩按摩。啊，舒服舒服哦，用力用力用力。好好好，低一点低一点，中间中间。喂，是不是你啊？喂。感觉像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，时间不够大家。哎呦，还有4分15秒，4分15秒，哇，完蛋完蛋，15秒，就冰丢。各位，想想看，他7分钟前还在喝咖啡，他现在还要喝吗啡了吗？尿快出来了，所以人真的不能够太骄傲，对不对？唱片卖得这么好，7分钟前喝咖啡，那你是不是很聪明吗？对对对，噎他噎他，对对对，竟然被人家这样子冷嘲热讽。被冷嘲热讽的任贤齐是否能在剩下的2分钟发现最后的疑点，顺利破案呢？全国收视第一的节目广告之后马上登场。对对，噎他噎他，对对对，
竟然被人家这样子冷嘲热讽。我得等到最后一秒我才要吹。还有多久啊？还有多久？48秒。是文化大学体育系毕业，经历过多少的大小战役，这个时候需要保持一个适当的。马上三秒，三二一，时间到。什么？还多久啊？没有，时间到了。你以为？差不多两分多钟啊。啊，一分。骗你的。一句话，哎呀，1分48秒。输赢事小，面子事大。哎，你这样子好像杨过哎。小龙你来了。杨过，哎，还有多久？帮我倒数一下。对，1分20秒。1分20秒，数一下哦。哎，1分20秒可以唱3首歌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可以了，现在。完了，哎，他已经找到了。没良心的你呀，可怜的天使我呀，我无情的风雨把那花儿来折磨。让我们死吧，不要再羞辱我们了。那你在羞辱我们，你还最后一面。我其实很想要有一个这样的。可是我觉得你算是蛮知道做节目的天头哈，你不会这个时候吹吧？你个屁啦！他早就，我跟你讲，他找了半天还没找到，真的啊？他刚刚才找到的。是哦。对啊，你不相信看的话，你看那个飞机啊，有没有？他穿过来穿过去，他白痴哎！那个，我们他们在罚站等他一分钟嘛，好不好？冰箱啊！干嘛那么熟悉啊？就是冲着你。我竟然被小朋友羞辱！来呛下来，呛下来！来呛下！怎样？怎样？咬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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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在那想尿。来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给我最后一秒。好，最后一秒怎么样？疑点在哪里？自从被小朋友吓到之后，我吓了一跳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间萌生暴富的念头，打通任督二脉，直达三花聚顶，练就金刚。你们也真坏，你们这个也想得出来？三花聚顶，真的吗？听过三花毛袜，我只听过巨石在压顶，玉石俱焚，怎么样？其实这个真的做得蛮好的，我也是很希望把那个道具请到我家去帮我做一些。所以你的答案是。这个通心粉做的窗帘其实真的是蛮好的，不好玩。恭喜最后一秒找到一点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哦，是今天呢、啊。是人家是靠实力找到的，真的是。那网友特别注意，我个人深深怀疑九孔有放水的嫌疑。对，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播出当中看他的行为，有没有任何风吹草动嫌疑的，请打电话警察。这个没有过，骗我。来，我们这个有一点小小的隐私。戴大哥，好，拍手。太厉害了。